接下来看到2017年世青的女单冠军 Elena Zakitova， 来自俄罗斯年仅15岁的年轻选手，在2017年的世青拿到了冠军，而且也写下了不少的青年纪录，包括了总分 208.60 分，这是目前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人。这是他今年转到了 Senior 之后的第一场大奖赛。Flying Kimmel Spin. Step sequence. Triple 接 Triple Loop 远足回跳，很可惜落地是有跌倒的失误。Triple Flip。Double axel. Lay back spin. Combination spin, 组合旋转。俄罗斯的选手扎克托娃今年只有15岁哦，能够在大奖赛的舞台有这样的呈现，其实真的还蛮不简单的。没错，未来也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选手。在今年正式转到成人的赛场，他参加了挑战赛等级的隆巴迪亚，拿到了冠军，是相当好的一个开始。那另外刚刚有提到他写下了不少的青年纪录，刚刚有提到总分的部分，他是纪录的保持人。那另外207.43分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这个成绩呢，他也写下了青年女单第一个破200分的纪录。短曲的部分则是要来看到的是70.92分，他在2016-17赛季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所拿到的，除了是世界纪录目前的保持之外呢，他也是青年女单第一个破70分的选手。另外长曲138.02分，2017世锦所拿到的成绩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。所以说目前Zakitova等于是称霸了青年组的女单，来到了成人组的部分，真的是还蛮期待她跟其他的女单好手来对决的画面。这个 Triple Flip 非常的漂亮。
头把短曲的最好成绩是在罗马尼亚2017年的比赛拿到的71.29。贝托瓦曾经也表示说，他在滑冰场上的偶像呢是意大利的名将 Carolina Kostner， 另外也是俄罗斯的 Medvedeva 也是他的偶像。俄罗斯选手阿丽娜扎吉托娃的短节目得分为69.44，这次他的分数69.44分，计数分39.01，表演分31.43，还有跌倒被扣了1分的总分。She is currently